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我是鸽子。俺那闺女新添的地，我还不知道跟哪儿的，俺妈今个带着我去认认。哎，等等我呗，妈。这位从这一棵大树开始，这是恁那儿的叶开的黄这儿的地下，这净咱的树，净那叶的，这就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这就从那大树的大棵茬子。哎，茬子那会儿人家锯了两棵，我看心里有个数，看丢了多少棵了。哎呀，这会儿人家又是在锯了一块，你看，这给他砍了吧？这是砍足了。你看这这样砍了，像砍。往后了，勤来这儿跑着点儿，两棵这儿一棵，这不这不是这儿又一棵，这不是这不是，那大树是八十三棵呀，这都结了五棵了，这都。嗯，看我的地头从好多的叶在这给我说，八十多棵，结了四棵，这不是一二三四。你记得八十七，我查的是八十三。耶，这咱邻居家啥时候就卖了卖呀？他倒是采集的，那真是。人不智慧，智慧在。你咱那不卖，咱那就在那边长的。好，这是人家开的。嗯。哎，那是咱开的。我说看看咱邻居邻居家那里，看到这儿。你这光着种地，西地也得着。你不着不中，你先上上去，那我上来捞住你吗？捞住那哪？你要枪有我上的横的，你看。哎呀，我得捞住。哎呀，行。哎呀，我捞住你了。哎呀，哈哈，又投入起来了。你可以想，来了。再给我捞着你，再给我输给你。好了，转地捞来，没得年轻啊！嘿，嘿，你看这里没，这里江上这这牵到一下牵到哪成了呀？搁这儿你看，搁这儿这里。这儿时候没有到头，没到头，一会儿再一天人那二亩地，这整的月整的从月都花二亩了。这种的是十亩多点儿。十亩多点儿。十亩多点儿，哎。你看，十亩多点儿，拿枪分分，咱这枪，你就找闺女的第一枪，牵到这儿给咱二亩了。嗯。这等于说，这顶上那一大块都是咱的。十口人，你看总比十亩零点儿，这除了除荒，咱不除荒了，咱们九亩多，这是除了除荒，这整个这一大块。这怎么讲到边儿？咦，他地上拐弯拐弯的不好讲。那也没来看看补补你，你看怎么讲到边儿？早些人没来，你看这树都砍完了，这一砍完这都不大。那野树啊，这就跟那蒲公英啊，小鸟到这一点那种子，它都发个芽都长出来了。哦，这是结那红果的那野狗头吧？哎，对对，就是那。那就是长得也跟那蒲公英一样看。这有野狗头，还有那。够不急啊，够不急，不是真正光滑的呀。147.5米，嗯，长度我说的是长度，别说是米五。嗯，好了，我婆婆把那个树还有我们家的地都给我交代过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，关注微信公众号牛不拉。好了，等等我干嘛？哎呀，咱这儿的梅子正黄啊，这地儿。鸭子死了吧？你它不是死了，这是分你那率真低呀、啊。啥子分你那率啊？就是药腐一啥闺女的分你那率都不着。就是药麦子，哎，就药麦子发焦头。哦。